哎、欸，你两个坐中啦，你两个坐中啊，坐边啊，无你。我不能够说你的路了。有他点头了。要拍照。啊？一定是黄渤赢他。你也是吧？你是直播。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呢？吴经理，去多加请客。今天你要请客吗？没带钱。先让你收账吗？走啦。他欠我一杯。他欠你钱了。他欠我一杯。一杯饮料可以请一顿饭，差很多嘞。不会。来。我饿死了，马上接受。今天不能是快乐的。姐姐，姐姐来，这冬粉怎么有味道？大家吃白饭。没有一样，对，还是白饭。什么蛋？啊，不要。不要的。不要。不要白饭。那个叫什么？豆腐、啊，那个。嗯。可以啊，什么？这什么？小朋友才有条汁，你没有，你大的不是啦，这个什么？茶碗蒸，超好吃。不要。很酥酥。karena ini gede banget sih. Tahun kemarin di sini, karena itu si kak perempuan yang paling besar dia nggak datang, jadi di sini dia. Ya. Hai, sih juga mah. Ini itu ingin kasih cah ini sah.你要折几次？把后面就站起来了，这样看起来比较优雅。不用。嗯。妈妈，你不要这样站哦，你快掉站起来了。要放盐吧？要好什么的？哎，这个。你怎么了？这掉了。有一个。这个吗？有。有个什么？这个什么？哎呦，开始了！哎，这个，好了，来，五月，面面好不好？面面，我给你好不好？你不吃了？好吃，好吃。阿爸酱，还是这个？我走啊！啊？哎，这个。好橘呀。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啊！干嘛干？面，哟，为什么也面？没喝了。两个在吃白饭。叫贾北风。吴经理叫我女中贾北风啊，自己就长大了。我吃他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带那小魔术芯片，然后他说他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就是睡觉都刮到，刮到就是说在眼角，下午都吃太饱了，好像关系不感觉。又是一件的吗？你知道吃一碗饭跟小朋友说好不好？那就是要清洁干净啊。好，那慢慢吃完。你知道吗？连我们班那个最爱干净的，你吃完没办法。好不好？把虾子给我，准备做虾子。什么？虾子的。说得好。虾仁。好了好了。要额头，韩剧视力也变差了一点。0.9了。他不读书，有差吗？玩手机。他玩手机看多啊。他要读。心灵呢？哦好，谢谢。吴心灵国小。你再讲。是一个。这个是那个吧，啊那个。哦。你要不要大家要吃一点，他那点给你拿。对嘛，大家要吃。那点鱼肉。那个莲雾。莲雾那个红色的好吃。就讲那点英文，我觉得还好。哎。鱼搞来吃。这个是上面是什么？
有没有事情？哦，有啊，我在打给你。那帮老姐面。嗯，要擦什么？要擦。哇！到时候要给你买辣椒。拜拜。小亮没有啊，过了。现在可能还没看。过了。我抓过他。过了。我这个怀孕有那点呢。